卡利斯爱生活竹纤维纸巾，天然竹纤维精制而成，绿色健康，环保时尚，健康生活新选择。纵观全球，95%的纸巾行业使用木浆造纸，每年造纸会消耗13亿棵树木，大量砍伐树木直接导致空气污染、酸雨毁物、温室效应，环境问题日趋严重。在中国有丰富的竹子资源，竹子具有一次栽种、三年成材、年年剪伐、永续利用的特色，其生长周期比树木短10倍以上，恢复更快。竹纤维纸巾以全新原料竹子代替木材，彻底解决砍伐树木问题。据统计，每使用6箱卡利斯爱生活竹纤维纸巾，就可以拯救一棵树。卡利斯爱生活竹纤维纸巾，竹纤维经长时间的高温消毒杀菌，采用原生态的提纯技术，保留了竹纤维的本色，以及保持竹纤维的长短平衡，令纸张绵柔、透气、强韧，即使反复揉搓也无尘无屑。同时不使用漂白剂，不含有氯离子、荧光剂等化学有害物质，减少对鼻黏膜及呼吸道的刺激和损伤，更加环保健康。再加上独有3层加厚设计，吸水性强，可以干湿两用，沾水不容易破裂，紧急时能当湿巾使用。研究证明，细菌在木纤维制品中会大量繁殖，而竹纤维制品本身含有天然抑菌成分竹髡，具有强大的抑菌功能。卡利斯爱生活竹纤维纸巾，抑菌环保，给您带来真正永久的安全与舒适。经科学检测分析得知，卡利斯爱生活竹纤维纸巾柔韧度极高，吸水性极佳，无添加剂、无荧光剂等化学有害物质，天然无刺激，绿色更健康。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对比测试，让您更直观地了解我们的卡利斯爱生活竹纤维纸巾。实验一，吸水性实验。卡利斯爱生活竹纤维纸巾以竹子为原料，富含竹纤维，吸水性极佳。实验二，柔韧度实验。卡利斯爱生活竹纤维纸巾3层加厚，湿水不易破，可干湿两用。实验三，无屑实验。卡利斯爱生活竹纤维纸巾采用生态提纯技术，保留竹纤维本色及进行纤维长短平衡，令纸张绵柔、强韧、透气、无尘无屑。实验四，荧光剂实验。卡利斯爱生活竹纤维纸巾不使用漂白剂，不含有氯离子等化学有害物质，减少对鼻黏膜及呼吸道的刺激和损伤，更加健康环保。品质是最好的宣传，卡利斯爱生活竹纤维纸巾，新时代绿色健康纸品，始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。一张张小小的纸巾，凝结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，对社会的责任，保护环境从我做起。爱生活竹纤维纸巾。